特步的冰袖竟然卖这么便宜，它质量能过关吗？咱们先看视频。姐妹们赶紧去冲特步的冰袖，我还以为商家标错价格了。冰袖一定要选这种防紫外线的，这个是 UPF50 价的，面料做工特别好，轻薄透气，而且不勒手臂，弹力嘎嘎好，顶部还加了防滑条，不用担心滑下来，面料特别柔软舒适又亲肤，男女胖瘦都能用。买回了，咱戴看看，商标看起来没问题哈，后面合格证、品牌、特步执行标准、安全类别、生产厂家资质都是齐全的，做工细节看起来也是没有问题哈。咱翻过去看看里边，里面没有线头哈，做工走线还是不错的。咱现在戴上试下效果，已经戴上了，它这个特别长，能完全盖住一整条胳膊，还能盖住一半手，而且确实是凉感面料，冰冰凉凉的，很凉快啊。咱现在测试一下它的防紫外线效果怎么样？放到这底下，咱走到有阳光的地方，咱拉出来一半，现在太阳晒过的地方已经完全紫了，咱再拉出来一点，看看里面，确实可以啊，里面没有紫，全都拉出来，它这防紫外线效果确实可以，没问题。它这冰袖戴上确实很凉快啊，咱们现在在太阳底下测试一下它的温度，25度，再测一下我身上衣服的温度啊，31度，确实很凉快啊。然后它这个质量确实不错啊，确实是高质高密的，一扯都不透，都不露眼，戴上之后胳膊老凉快了。咱现在找位男士给咱们试戴一下，男士戴这个长度也是正好的啊。这冰袖给大家测完了，不仅价格便宜，颜值特别高，质量特别好啊，戴上真的很凉快，大家可以放心入手。